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好，今天是2004年12月24日啊，我们佛期的第六天啊，所以我们接下去昨天的啊，说净土或问。第三页啊，净土或问，问曰：一生造恶，临终念佛，待业得生啊。那这个业当然有善业，有恶业啦，又无退转。那么这个将来会讲到，位不退，念不退，行不退啊。三不退转，那么又没有退转，那么会退转就会继续轮回了，那么没有退转就一定会了生死。是弥陀愿力啊，这是阿弥陀佛的大愿力，诚乎不可思议，这实在是不可思议。然则啊，但是呢，说我以生前且做世间事业，直在临终然后念佛，可乎啊？这句话从表面上看呢、啊，还看不出来，他真正的意思是这样。说但是呢，我在生前呢，先做一些啊事业，就是。不必平常念佛，就是平常可以不必用功的意思。我先干一番大事业，要等到临命终的时候才念佛，这样可以吗？就是一直造业，然后做事业，平常也不用功，不听经，不闻法。就等等等等到临命终，哎，才念十念，这样可以也可以往生，这样行吗？这答曰：苦哉，苦哉！这苦哉呀、啊，就哎呀，这种理论啊，真是很悲哀呀、啊，会误导众生呀、啊，这何等愚谬之言呐、啊！这是何等的愚痴荒谬的言论呢、啊？如砒霜鸩酒，砒霜我们知道这是很毒的东西啦。啊，我们每天呢、啊、吃一点点，一点点，哎，这砒霜一点点就毒，可以毒死人了，很快这个命就没了。这个鸩酒啊，在菩萨戒里面有这样讲的啊，这个鸩酒就是用鸟的这个羽毛浸泡这个酒。那么毒性也是很强，这砒霜鸩酒啊，这毒中之毒啊。那么我们最毒的就是我们的无明，内在里面的无明。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控制这个无明，简单讲，你就是一直跟着业力一直跑，内心爆发出来的无明，我们就一直跟着，那么这个无名的毒一直跑，因为你控制不住嘛。那么如果说加上外面的这些境界，比如说恶知识啊、恶知见的这些，哦，虽然说披着袈裟啊，但是呢，给我们却是恶知见、邪知邪见，那么就外面的毒，那么就形成了内外的毒。所以这个毒啊，比喻啊，知见啊，
或者是鼻翼无名，二之境也是毒啊。那么这个砒霜正酒啊，就是毒中之毒，是金木齿炎，是毒于砒霜正酒这也。哎呀，你这个理论是很恐怖的，可怕的。平常就要用功，怎么会叫人家平常不要用功，到临命终的时候才念十念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呢？非特误赚了自己，不只是误害，这个赚就是害，害惨了自己。你不只是误导，而且害了自己，也误导了天下，不管是出家或者是在家。听到这个理论的人呢、啊，要是接受了，哇，那完了，大家都平常不要用功，不要下功夫，到临命终，那没办法的，善男信女，此皆此言也，就误导了出家在家男女居士等等。相就是刚刚，就刚刚所谓的逆恶凡夫啊，就是造了五逆十二重罪的凡夫啊，临终念佛者，这还是讲到三世的因果关系，这前世啊还是有善根，有福德，有因缘，张善和就是这样。在净土圣贤录里，张善和的一生一世都是杀牛的，是杀牛的。那临命终的时候啊，刚好一个出家众啊来到他家前面的呀，啊要化个缘，哎，那么喝个水，他的老婆知道就请他进去啊，哎，张善和快断气了。断气前呢，这个出家众啊就叫他念南无阿弥陀佛，还念不到十声，佛就现前。像这样张善和一生一世杀牛的、啊、临终恶业痛苦不堪，牛啊就来要命现前的，而可以往生极乐世界的，这跟中乐透一样的难。台湾的乐透就是1300万分之1，非常非常困难。那么张善和像这样子还是很难很难，但是话讲过来，张善和这个前世还是有宿世善根，还有福德，还有因缘，还有办法。那在极端的痛苦啊，还能够拼命的念几声佛，还是可以往生。啊，方益善知识，方得念佛。因为碰到善知识开示你念佛法门啊，才有办法念佛，此等侥幸。哎，那么这样子的像机会主义的，哎，碰到才有因缘啊，有实力的人就可以创造奇迹，奇迹常常在有实力的人的旁边。那平常用功的人往生就易如反掌，在临命中再碰到善知识才叫人家念佛，这个太侥幸了，就有一点跟赌博一样的啊，万万人中无一个半个，很难的意思。奴将为奴，你以为人人临命中的时候有这样的福报，有这样的侥幸吗？岂不见秦宜论这么说，世间有十种人临终不得念佛，临终不得念佛。一，善友未必相遇啊，诸位，我们这些讲堂的这些义工可不得了，因为他来听经闻法，来用功修行，他最至少他懂得佛法，懂得临终怎么处理。他有一年他就告诉他的亲朋好友，他就会把这个佛法，哎，这个有缘无缘，哎，只要碰到就用得上力。
所以在座诸位啊，都通通叫做善友。虽然你们佛法并不是说很精通，或者有办法讲经说法，不过有的人临命终的时候，哎，就碰到你，那就叫做福报。但当然也要对方接受啦，对方不接受也没有办法啊。所以这个善友啊，未必相依，故无欠念之理，也没有人欠他。你要赶快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啊！所以善友未必相依，所以也没有欠他说要念佛往生极乐世界，所以当然就不能往生了，所以临终不得念佛了。二则业苦缠身，不遑念佛。诸位，所以这个啊，就是临命终就变苦，再加上没有好的因缘，平常从来不跟人家结善缘，临命终的时候又病苦缠身。诸位啊，这个病苦我一生一世的体会是最深刻的，我的体会是真的很深刻。我在最极端的病苦的时候啊，我的内心里面还是很慈悲，从来没有失去正念，没有说对哪一个人恨或者是不满哪一个，我知道这就是因缘果报。哎，那个正念还是在，从来没有说哎，我并不去怪罪任何一个哪一个人，我会自我回光返照。所以在这个四谛法里面，他说这个阿含经的四谛法里面就有一个正阿罗汉果的人，他的徒弟问他说，师父，那你这个阿罗汉果你会生病吗？他师父说会啊。那师父，你这个阿罗汉果会痛吗？就当然会痛啊，怎么会生病怎么不会痛呢？很苦啊。他说啊，师父，那你的病苦跟我病苦一样啊，我也是会痛啊。他说不一样，这可大不相同。正阿罗汉果的人是断我执的人，他我神经系统会痛会病苦，可是不会烦恼，不会怪罪任何一个人。他认命，他接受这个因缘果报，他了解我毕竟是空。神经系统他是一个人，他怎么不会病苦呢？对不对？你像舍利弗正阿罗汉果，他以为是得了腹泻，那个根本连站都站不起来。舍利弗，由此我们了解说修行的重要，它就是心法。你今天你生病，大家都会生病，问题是有智慧正果断惑的人，他生病他不会烦恼，他不牢骚，不抱怨，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他认命，认的就是你的。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一生病，哦，那就是求神问卜，然后牢骚抱怨伤害攻击，什么通通来，他无法掌握自己的情绪，没有办法。你因此啊，这个病苦啊，我告诉你啊，当你遇到病苦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可以提得起正念，这个是个问题。因此你要牢牢记住师父这句话，健康跟佛法都要列为第一，有了健康，你佛法正念就提得起来，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。今天我们都说到长根或者脓肿啊，去看很多有善根的，哎，可惜病躺在那个地方，或者气切啊，或者上手氧气面罩，那个时候要用功啊，很难。所以因此啊，我告诉我们，白天如果你今天有理性，你都没有办法控制你的情绪，包括你的梦境里面都很难去掌握。诸位，往生就很危险啊！你想想看，活着的时候都没有办法控制你自己，
你命中那重苦艰迫的时候，你怎么样提得起正念？你平常人，我告诉你，我们要念南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这很简单。在座诸位，你们在七楼用功的时候，我在五楼也开电视，也在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不过我看了以后，动未调，叫做动未调。你们那个速度太快了，有的念的一个头发掉下来，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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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速度太快了。我发现我的心脏没有你们的快，没办法哦，你们那个速度太快了。我觉得我年纪有点，糠炎已经吃了。我今年53了，真的已经吃了，糠炎53了啊，没办法哦，你们那个速度真的很快，所以我还是用我那个临终助念阿弥陀，我下这边了吼，阿弥陀佛啊！哦，我用唱功版的，唱功版的也速度比较恰到好处。阿弥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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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，阿弥陀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啊，你们在念佛，像那破禅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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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。哎，这个就是主公上人的主张，大声念佛见大佛，小声念佛见小佛，不出声也想见佛。他的理论是这样子的。我现在啊，理论要改一下，大彻大悟见大佛，小彻小悟见小我，不彻不悟你甭想见佛，要改一下。哎，真的，我看大家都很用功啊，很用功。阿弥陀，阿弥陀啊！不过下来啊，还是一样，手机照样讲。Hello， 喂，赖伯祥，我去把你带回去了，擦洗呀。哎，再一次下来还是一样哦，一样照样的，习气还是一样的，贪嗔痴还是记住，是不是啊？佛法这种东西啊，真的需要一点时间。他需要时间，没有办法急不来。所以我告诉诸位啊，平常历练够的时候啊，病苦缠身，你试试看你能不能念得了佛，你就知道有多困难。告诉诸位，理论讲得很好没有用，理论讲得很好没有用，要真的病苦来试试看，真的试试看。所以这个修行它一定要在境界上磨练，重复的一直磨练，一直重复的磨练啊，做得了主，往生有希望了。啊，前几天佛菩萨跟我考试了啊，午休的时候出现一个女的，通通不穿了。我内心里面那时候也没有动念，对，有一句会下地狱，突然就跑出来，哦，就这样冷眼的看，冷眼的静静的看，考试通过了，还好，磨练，再一次磨练，要在做梦还能做得了主，还要做得了主。这个要一点功夫，不过没有关系，诸位啊，年纪轻，慢慢来啊，急也没有用啊，急也没有用，只是啊，就我妈妈就这样啊，她说：“哎呀，你不要这样一直烦恼嘛，这烦恼自己跑出来，我有办法吗？”我说的也有理了，烦恼自己跑出来就控制不住啊。所以这个真的是修行哦，真的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，不是像吃汤圆这样子那么来啊，一碗再一碗哦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相不相信呢？你今天哦在这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啊，师父在这里开始，开始真的是很好，很受益。我告诉你，今天听完了，回去一个礼拜后，通通按照你自己的意思。真的不骗你的，你那个
把宗教立的啦，不会教坏的啦，通通按照你的啦，不会按照我的啦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无始劫的强大的力量，外面的善知识没有力，力量力道还是小。你不是从内心里面爆发出来的般若智慧，力道不够，知道吧？要从你自信里面爆发出来的力道，可以控制做得了主自己。我告诉你，这种力量是最大，真的。回去以后，对不对？啊，情绪一来的时候，哎呀，佛法摆两边了，吵架摆中间来。佛法就摆两边了，吵架来啊，谁怕谁啊？对不对？哎呀，碰到一个不顺的，他啪算老几呀、啊？他就是老大了。我告诉你，人类习气真的是说到理念，理论很简单嘛，大家万法毕竟空，缘起无自性，一切法物这个简单。我告诉你，要把磨掉那个习气哦，难哦，很难哦，真的哦，哎，要大中国大陆，你知道吗？中国大陆啊，也是陕西省啊，在促销，促销哦，在促销那个衣服，促销衣服，你知道吗？他说，只要妇女啊，你有勇气，你有勇气哦，从门外脱着剩下那衣裤。脱下来哦，内衣裤跑进去百货公司，那一件衣服就是你的，那一件衣服价值台币3000多块，两三千块，对不对？啊，记者有些访问他啊，出来就说：“哎呀，不用到3000块啦，这2000我就脱了。”他百货公司到门口，一个一个就脱起来就冲进去了。2000块啊，3000块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告诉你，那个境界来啊，衣服喜欢啊，拿，反正你也没看到什么，该遮的通通遮到，照样进去。真的啊，我这新闻里报道出来的摄影，他就这样子啊，就哇，这大陆也真的很有勇气，我真的穿内衣裤就跑进去了，哎啊，衣服就穿起来，就那一件就是他的了，这促销的手段，促销的手段。我告诉你啊、哦，境界不简单了。好，今天呢，新闻报道，在这火车上呢，发现一个女婴，女婴哦，尸体女婴，谁丢的不知道，现在还没抓到，可能是年轻妈妈未婚，然后生了以后，把她丢到死掉了，死掉了，啊，现在还在查，她的女儿。对不对？他的女儿，环境逼到的时候，不得不，所以这个世间呢、啊，真的是有很多的无奈啊，非常多的无奈，啊，可能他也差着自己的立场，因此啊，这个业苦缠身哦、啊，告诉诸位，很难念出佛，非常困难，啊，冤亲债主通通找上门了、啊，来不及念佛，三者啊，偏风是就是中风了、啊。啊、这个中风也是很难，不能称佛啊！这中风的话，哎呀，嘴巴歪了，哎，所以我那一天呢、啊、去看邱医师，邱医师讲了一句话，我很能接受。邱医师跟我讲：“师父，我们自己人，你吃我的灵，喝我的灵灰灵，吃我的中药，至少临命中不会死得那么痛苦。”为什么比较？因为他平常都有解毒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的农药啊、蔬菜都有解毒，那、都有那个农药啊，啊，不管你吃哪一种水果啊、蔬菜，它都有农药，它就会以后就会长肿瘤。所以邱医师说，吃我的中药，你无要死嘛，无遐艰苦。我安尼有影哦，哇，现在很有信心哦，这杯喝下去，哇、哦。拜托我死的时候不要那么痛苦，说的也有道理。每次要喝的时候，哦，喝其实是灵灰灵中，要不然死了你不会死得那么痛苦。每天都这样子，你比较不会长肿瘤啊，那你有毒也比较能够解得开啊。真的是这样，哎，那要不然的话啊，就偏风失宜啊，不能称佛。是指狂乱失禁呢，啊。啊住想难成，
狂乱，那就精神病了，失去了本心，住想难成就，专注要观想很难。啊，无则或遭水火，水灾火灾，不暇自成。哎，它太多了，这种事情太多了，水灾火灾，就这样一烧烧死几十个人，大喜事不就这一些烧死了十几个吗？啊，有一个 KTV 的一烧烧死了二十几个，来不及呀、啊，来不及呀、啊。六则遭遇豺狼，那么就是野兽啦，啊，这豺狼我们都知道 ，Discovery 里面呢的豺狼啊，看起来就像犬的狗的哈。无父善友，旁边也没有善友助念来帮忙相救。七则临终恶友，就是恶事件呢、啊。坏彼以信心啊，有的人也练人念佛练的一生一世啊，啊，临命终的时候来的时候，就是哎呀，临命终啊，这个跟你用婚的，请那个塞公，哎，那是拜佛的人，哎呀，内心里哇，很不满啊，断气了。对，临命终的时候，这一念最重要的，他恨死对方，或者我临命终要。用素的你用荤的呢，我要用请法师你请那个塞公，哎，那没办法了。所以有时候啊，临终碰到恶知识的，还有碰到恶知识，告诉你哪有什么极乐世界，没有的、啊，谁看到？好、啊，坏了信心。八则饱食过度，撑死了，吃的太饱了，撑死了，昏迷致死啊！吃了以后，哦，心肌梗塞，嗯，倒了。九则军阵斗战，啊，就是上战场啊，烟呼而亡，烟呼就是突然呢、啊，哎，突然而亡。十则呼坠高崖，啊，那么就是我们现在不用到跑到山气里面高崖，我们现在用什么跳楼的，就是死的很多人了、啊，跳楼的呀、啊，伤坏了性命，哎，伤坏了性命。啊，那么现在前几天也报道了、啊，是不是、啊？也一个男人跟他的女朋友要分手，结果他先把他的女朋友杀死在床铺上啊，那个镜头我都看到了，他女朋友就躺在那个地方，浑身都是血啊，啊，那个、记者有去摄影啊，然后他就跑到阳台，又爬上那个广告板，底下都是警察、消防的在准备。电子那个气垫都还没有来不及准备，就往下就冲了，当场就死了，情关难过，啊，来不及修行，也来不及念佛，那继续轮回啊，啊，如此等十种之事，都是平常耳闻眼见的，不论生熟难离，人皆有之，或者是树叶。宿世所遭，或者现业所感，现在的业障现前。诸位，我们呢，业在旁边写四个字叫业感缘起。阿含经大小圣都不能离开这四个字，业感缘起就是现业所感。你今天造什么业，你就感得什么果报，忽而现前。突然就现前，不容回避，不容就是无法回避。你又不是神通圣人呐、啊，有宿命通，人之临终到底有没有业，有业或者是无业，又不是有他心天眼通，能知道临终是好死还是坏死啊？啊，恶死就是不好死啊。如上面十种的恶言，突然遭到一种。便修了耶，这个就新加坡的口调了，哎，就没有救了，呵呵，哎，新加坡的腔调就是这样的，你没有救了啊，哎，什么呢？上面碰到随便碰到一种啊，怎么样？中风也好啦，跳楼死亡也好啦，啊，碰到野兽吃食，神经病也好啦，中风病苦缠身，临命中碰到恶友，通通。没办法往生，便修了也。
哎，就完了啊！变作手脚不得，离一切办法都使不得。哎，夜袭法师跟我的看法有一些不一样。夜袭法师，人家告诉他说：“大师，大师，你往生以后要不要替你做佛事？要不要替你做佛事？”夜袭法师说：“不要。”他自己啊有自信的功夫，不需要跟他做功德、念诵经啊，跟他回向，通通不要。我的看法跟他不一样，我要，我有悟，但是我要。为什么？随先生不知道，现在先交代法务师，我往生以后记得打7749天佛七，记得啊，打到你死为止，最后做一个水路，可以度无量无边的众生，可以度无量无边的众生，对不对啊？哦，然后呢，哎，没有关系啊，我多少会留一些经忏的钱给你，好好的请法师啊来跟我念经，大家好好的来做佛事。哎，这个不用跟我拜忏啊，拜忏啊，我不喜欢，我喜欢念佛，打佛七念佛，最后哎，中间就可以帮我火化，749天不等到那个49天完了，那不行啊，太久了哈。哎，中间就火化，哎，赞颂会也可以度众生。我告诉你，众生有时候就是这样子，你把它搞一个很大的场面，很庄严，哎，反而因为我的死亡往生这个仪式变成可以度他。说啊，佛教也有这么庄严的仪式哦，也可以度众生。所以我的观念不一样。那，哎，三哥，我爸爸死的时候，三哥看法也跟我不一样，啊，对不对？你说，哎呀，随便，是不是？啊，人很多的时候，他也把我爸爸妈爸爸换衣服，啊，我说不行，世俗的礼貌要，还是要给他办个庄严。为什么？这个也可以度众生。啊，夜袭法师就不要人家做功德啊，我要。记得，我要，反正念佛啊，回向啊，就会做一个打个水路啊，好好的用功，大家都来用功。我走了以后啊，因为没有地方比较大，记得把佛像遮起来，把佛像遮起来啊，不要放在那个小的那个车库，太小了。佛像帮我遮起来，从上面遮起来，暂时设一个灵堂，放在前面，你知道吗？要会利用空间，不是那么一点点啊，人那么多，那种大家一称到我而往生，大家都会来，是不是啊？把佛像遮起来，不得不啊，佛像遮起来，这佛像收起来，通通遮好，哎，通通遮好，哎，那么这个弄宽广一点，没办法，城市就这样的，要不然我就跑到木屋去死。哎，木屋那边有讲堂哦，佛像也可以遮起来，哎，可以遮起来，遮起来以后，那个可以容纳1000人，对不对？哦，就这样子，善巧方便了哈，善巧方便了啊，不然你的城市也没空间啊，人家对面又建起来，一天到晚老叫我买，哎，慧律法师啊，你别怪我啊，你这对面一直要叫我买对面啊，哎呀。啊，个人的因缘不同啊，我所有的钱都希望弘法利生，做 VCD 啊，现在布施也没钱了，嗯，破产了，通通布施光光的，哎，没钱了，真的没有办法啊。佛教要兴盛就是要牺牲，没有第二句话啊。底下呢啊，另有知识活佛为道，便就是纵然。啊，你平常不用功，碰到了临命中这10种死亡，你就是碰到了西藏的活佛也没有用，救奴不得了。哎，便悉随业受报，向三途八难中受苦受罪，受苦受罪，到那个时候便闻佛名不得了也没有用了，来不及了。便悉随业受报，向三途八难中
受苦受罪，到那个时候呢，变闻佛名不得了也，没有用了啊，不得了也啊！直到就算你没有这个恶言，只是好病而死啊，你只有一个病苦，就这样死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命中啊还没有一点定力还不行，未免风刀解体。风刀就是死亡的时候啊，那么身如刀割，未免风刀解体啊！以你命中的时候痛苦啊。啊，四大分散的时候啊，风就像刀。平常你就会发现百般所有的烦恼计较没有任何的意义。四大分离的时候，如生龟脱桶，桶就是壳啊，像活生生的螃蟹落到了滚汤，痛苦逼迫。聪明的人啊，要恐怖自己临命中的那一刹那，恐怖就是注意啊，怕不张狂。平常我们今天听到佛法，就开始做临命中的准备。要临命中的准备怎么样呢？病苦自己训练一下。你今天也许遭受到你实在没有办法想象的痛苦，因为儿女的痛苦，因为朋友的痛苦，因为公关的痛苦，乃至因为经济的困境，或者是你的病苦，每一个人千人千般苦，苦苦不相同。诸位，你要能够把它当训练你命中的正念，这不算是一件坏事情，不见得是一件坏事情。哎呦，我今天碰到这种境界都可以突破，你命中那就可以自在。只要记得什么是业力的重，业力的事件，我们一定要认清这个事件。要来世间受苦，就是业感的事件。对啊，要弄清楚。简单讲，你投胎来到这个人间世间，你就一定要受苦，因为这个里叫做娑婆世界。我们这里就是业感的世界，业力所感召来的一个世界，缘起就是这样子。我们缘起出生的人还好了，缘起一条狗投胎一条狗，哇，完了，有人养还不错。投胎一只鸡，那人家要杀你，你有抗议的权利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投胎一只牛，人家要杀你要吃你，你有抗议的权利吗？没有。可以故有没有理由？业感如是啊，业力的感召就是这样子。这个世间很多没有办法讲什么道理的，而且本来就很无奈，是不是啊？老虎的眼睛看出去的一切会动的东西，通通叫做食物，它也不叫做杀生。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六道轮回里面，今天要讲的很重要，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。六道轮回里面，人类的造因力最强。六道轮回里面，人类的造因力最强。告诉你，我们八世田中就像一个仓库，今天你一直享受，一直享受，只顾享受不付出，啊，花天酒地花不应该花的钱浪费，就像把银行里面的钱领出来用。今天你会做善事，就像储存你的存款，行善又不执着，这就存巨额的存款。为什么？临命中行一切十善又不执着，就成佛道了，就会成佛了。释迦牟尼佛是行一切善而不执着。今天六道轮回里面，猫吃老鼠，这个叫做业力所感啊，业力所感啊。那我们现在这些猫都没有什么用啊，那是渡孤猫啦，死猫啦，就这样一天到晚就人养的啦，就是波斯猫啊。以前的猫吃老鼠，老虎吃肉，这业感，业感延起，就这样子。你没有看过那个老虎是吃草的，吃素的，啊，那个鹿、牛羚，那个塞伦盖元啊，就是在这个非洲，一看哦，一片的草原，牛羊一出世，那它就是吃草的。记得，善良不代表解脱，吃素
也不叫做休闲，后面要加般若两个字，吃素又善良加上般若智慧，很重要的。人类的造业力最强，比如说你今天行善，你到天上去，你到天上去就是享乐，就一直花钱，一直花钱，因为天上没有什么造因力的造，造业的造，因，因为他要造善业啊，因为是行十善到天上去享乐，享乐完了就下来，他没有什么造因力的，他就是果报让他如此，你到天上就是享乐，因为你很有福德嘛，你行善嘛，啊，你到三途你就是受苦，十六道轮回里面。只有人有这个能力，你要赚钱，要赔钱，要负债，简单讲，你银行要负债要存款，通通看你今生今世，通通看你今生今世。聪明的人大家都要存款啊，对不对？时间到了是要去美国玩一玩，他才有钱啊，我们存款在临命终的时候要去极乐世界，他才有资粮啊。六道轮回里面，人的造因力、造作的因的力量最强，牢牢的记住，造善造恶就看你自己了，这个不是我能够掌控的啊。再来底下啊，说更饶你无病而死，又或是言未了，是念未休，世间之念没有放下。贪生怕死啊，扰乱胸怀啊，胸怀就是心啊，若是熟人，又兼家私未明啊，家私啊，就私事啦，明就是清楚，私事家庭的事情还没办完，后事未办啊，后事未办就是没有能力念佛了啊，要往生的力量还没有完成啊，临命终之事就是后事啊。哎，一边又烦恼啊，家事啊没有清楚，还没搞清楚，割舍不下；一方面又烦恼临命终，他怎么办？六道轮回跑去哪里？就是后事未办呐、啊，没有能力聊生死啊，妻啼子哭啊！哎呀，这个世间人都是这样子的，白中忧煎呐、啊，就煎熬，念佛不得了也。更饶你未死以前，还没有死的时候，只有一些少病痛在身，忍痛忍苦啊，叫唤呻吟，呻吟就是病苦的声音啊，哇哇，像我以前的肠就肠子就这样，哇，哎呀手酸，在高中的时候练台前这两手哇。为了在师范大学要升两段的，一个打三个，哇，那个使尽全力，啊，哎，结果升了开前到两段的，结果全身是病，全身是病，啊，所以这个呻吟啊，我体会得很深，不过我很会关照，要到暖外科去呀、啊，长庚啊、龙总去看，还有人比我更可怜的。更可怜的，虽然我病苦啊，怎么样子 啊有一天呢、啊，有一个人来卖卫生纸，啊，那个卖那个卫生纸啊，卫生纸哦，哦，就是啊，就是这手就这样子，那、啊、讲话就哦，舒服啊啊，我不是故意学他的，我告诉你这个真实性，还要讲一句话，你卫生纸不？我喊你啊，我要看。哎，阿公阿是偌济，是哇，好啦，一百块啦。我不是去耻笑他哈，是告诉你，人类真的是碰到那个就哦，悲哀。你才能安装，看来要卖个卫生纸，我讲不啊，好，跟你买没有关系。你这里有几包啊？我说哎，我这里有十捆呐、啊，那捆啊，说啊，通通给你买。啊，做一个好心，哎，结果哎，我也很高兴，对不对啊？哎，后来我为什么说，哎呀，你为什么
还这么辛苦，还卖的这么便宜啦。他就说擦了你就知道啊，结果就上去了，就用了一擦，用了两张，一擦，哇，用手指啊，挖粪便啊，一个一擦子整个都坏掉啦。哪有这样的卫生纸？他一擦的时候，那个卫生整个都坏掉啦。哎呀，那没有关系啦吼。一来、下一次来，我要告诉他。你嘛袂较好，哄我，我不变化，海龙吃袂掉，真的很糟糕哎！要卖卫生纸又不卖好一点呐、啊？你是搞这个东西是不是啊？啊，所以说有时候我们也许会对自己的命运很坎坷啊，很难过啊。我告诉你，我看到那个啊。哎呀，我们还不是最世间还不是最不幸的人，真的，我们不是世间最不幸的人啊，虽然有种种的病苦啊怎么样子，哎呀，我们还有因缘听到正法，哎呀，忍一忍，忍一忍。哎，就问要求医啊，问要求医，祈祷忏悔，杂念纷飞啊，病苦就乱投医吗？念佛不得力也，更恼你未死以前只是年纪老大，衰相就现前，就慢慢就越来就越老了，几年不见了以后就越来就越老了，困顿笼中，笼中就是形容衰老的样子。我们说老态笼中啊，哎呀，就困顿，年纪大的时候啊，就行动不方便呐、啊。哎呀，愁叹忧恼，指向个衰老，身上左右安排，左安右排啊。哎呀，这个就是老来苦啊，真的很苦啊。年纪大了，真的是很苦啊。说还好，我对这些徒弟还很好，这徒弟啊，对师父还都很孝顺。哦，真的不会给我摔这个碗筷呀、啊，对不对呀、啊？你在念我，我杀你啊，师父！哎呀，没有，我看那个新闻报道，他的儿子就说：“你在念我，我杀掉你，父母亲通通杀。”啊，父母亲通通杀，真的，你看那个新闻报道，当然是这是极少数的，极少极少数的人，台湾好人还是99.99%了哈。偶尔出一两个就很恐怖了，万一出在我这个讲堂就惨了。真的，现在的年轻人没办法念一句两句就要把你杀掉，所以这一代的人要修行更难，讲讲不得，越来越难修行了，时代变迁了啊。底下啊，指向个衰老，身上左右左安右排，为什么老来很苦啊，念佛不得了耶。更饶你未老以前，正是少壮之日啊，正是少壮之日，正好念佛的时候呢，哎，年轻啊，冲动啊，怎么样？少就是假如这个狂心未歇，俗物相关，东攀西缘，胡思乱想，夜事茫茫，念佛不得了耶。意思就是说，就算你年轻力壮，你碰不到佛法，就算你碰到佛法要用功，可是那胡思乱想，夜事茫茫啊。他这个意思就是修行很不容易啊，碰到佛法就更不用说，没有碰到佛法不用说，碰到佛法要修还不容易的，更饶你，就算你清闲自在啊，有自修行，稍于无常事相之中，照不破，放不下，把不定，做不断，诸位，这个通通在告诉你一个原则，就是你一定要做得了主，你命中才有办法了生死。照不破，你慢慢看，这个世间哪一个人看不破呢？看得破呢？这世间那么简单吗？是不是放得下吗？把得定吗？做不断，就是啊，不能够如如不动，不断的执着，不断的分别，
忽然有一些境界现前，一个主人随他颠倒，我们的清净心就消失了。这个很快的，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贪嗔痴的众生，随时随地。但是因为每一个人的毛病不一样，毛病不一样，念佛不得了也。你看他老病的时候啊，少壮清闲之日啊，稍有一事挂心，挂呀，早是念佛不得。对，早逝就是早年的时候就念佛不能，叫早逝，就年纪少壮的时候都没有办法用功，往生前都不用功，何况在临终的时候啊，一生的总结最后就是苦。临命中那么苦，你怎么念得出来？何况你更道且做世间事业，而何况说你刚才说的啊，且做世间的事业，就是平常可以不用用功，啊，你那个观念就是平时可以不用功，到临命终的时候才念佛，你真是愚大愚痴的人，说此痴话，敢保你错用身心了也。而且世间的事业如梦，如幻，它就像做梦，虚幻，它像影像，如响，声音的最尾端叫做音响，音响。我们说声音的最末端叫做响，所以我们讲，哎呀，要买个音响，是不是？哪一件有实效？实效就实在的，意思就是我们要好好的体悟，这个如梦幻泡影的世间是不实在的。意思转一个角度，就是你拼死命的执着也没有意义，也没有用。所以哪一件事情有实效，就是有实在性啊，缘起如幻啊，哪一件替得你生死，哪一件事情能够替代你的生死，意思是说你的生死是最为重要的。众饶广照其然，就是道场啊，这个很多人啊，现在啊，台湾的道场过多，注重过少。哎，你像高雄来讲，有几个比丘？高雄几个比丘？我讲的是真的比丘了，不是假的啦。就以高雄来讲，你有多少个比丘出家？很少。道场大小精舍就很多，非常的多。就算你造了很多的道场，多增常住，常住也是道场，增加了很多的道场，攀求名位，交官交结官好，官好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领导，巴结这些领导啊，结交了这些领导，你将会做好事，是你以为你在做好事，殊不知犯了如来不提道本。如来所讲的道，道场，记得如来所讲的道场叫清净心，叫做道场。如来所讲的道场就是涅槃，才是真正的道场啊。如来所讲的道场是极静处是真道场，内心入于毕竟空，这个就是真正的道场，不是在向上表象外表的这个道场。广照其然本戒，为什么？因为你造道场就一定要杀生。哎，为什么？啊，你要开山呐、啊，要建大的道场啊，那你不杀生行吗？你要杀无量无边的众生呢、啊，你才搞一个道场啊。气不见道，只有为之功啊！啊，难道你不了解这些只是上面表象的东西吗？所以啊，我劝导这些法师啊。有因缘搞个道场，就好好的修习修行啊，要不要用太多的时间在搞道场。为什么？杀生啊，浪费时间啊，生命啊，啊，多住过旧啊，天堂未就，地狱就先成啊，生死未明，皆成苦本。为什么说生死未明？没有明心见性啊，随业随着习气
拼命的 往前冲啊，妄念一堆嘛，啊，听闻佛法容易哦，断习气难哦，眼光落地就是比喻死亡的时候啊，死亡的时候是受苦的时候啊，才知道平生所作啊，尽是加上添加，这个加啊就是枷锁，就是套在颈子上的刑具，以前就是这样套着，然后手这样，你看这个古装剧的就是这样子，要推出去东门斩首的时候就练住了，哎，头手就练住了，套在颈上的刑具加上添加，锁上添锁，枷锁枷锁嘛，是不是啊？货舱下真柴炭啊，剑树上铸刀枪，货舱就比地苦上加苦啊！啊，我今天我们没有学佛啊，那是苦不堪言。身体色受想行识五蕴炽盛，每天为了这个病苦忙，对外还要赚钱。如果有结婚养儿育女，再来就一直压力压力，买个房子一个壳，就所有的薪水每个月要扣得光光的，是吧？生了一个不孝子，财产花光光啊！生了一个女儿啊，12岁、13岁就跟人家同居，苦不堪言，哎，苦不堪言。是货舱下真柴炭呢、啊，啊，就是就货舱就是这个顶啊，那就烧底下加木材，剑树上铸刀枪啊，增长这些刀枪，袈裟下失窃人生啊，万劫难复啊，铁汉闻之也系落泪啊，泪落啊，是吧？主是如此苦口劝人，承许你且做事业。在临终方念佛夫，这个意思不要搞错了。这个、意思不是说叫你不要上班，不要做事业，不要搞事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意思就是说，一做事业，平常一点都不用功。他这个意思就是这样，你要上班要做事业，可是呢，平常还要听经闻法，平常就要用功，不能等到临命终才念佛。你要等到临命中才念佛吗？不行。哎，承许你且做事业，这意思就是怎么允许你一直去追求这个生命无常缘起的假象事业呢？啊，要等到临命中的时候你才要用功。又不见死心禅师道啊，有位叫做死心禅师啊，啊，这死心的我们一般人就打不死啊。这妄想打不死啊，对不对？妄想一堆啊，这死心就是对这个假象通通死心了、啊，就悟道。你看到这个禅师就知道他是个开悟的，命这个法号就知道他开悟。那万法皆空，万象本来就空，对这个假象就是死活不起来，就是不着的意思啊。死心就不着相啊，叫做死心啊。世间之人财宝如山啊。七界满前啊，啊一大堆啊，日夜欢乐。哎，那天新闻报道的呢，也有那个一贯道的、啊、那个道亲呢、啊，娶了五个老婆，生了32个啊儿女。你在彰化，那就哦报华氏啊，报了很久哦，啊娶了五个老婆，生了32个。哎、要吃饭可能都要吹哨子了啊、哦！哨子32个，通通叫他爸爸。啊，他有他自己的理论了、啊，我们不以置评了、啊、哈、哦，没有意见了、啊。我慧立法师哈、哦，对生灭无常的世间彻底没有意见。没有意见啊。他岂不要长生在世啊？真奈前程有限啊，生死无常啊，前程有限啊，暗里相催，就无常就潜移啊，不易觉察啊，无常潜移啊，啊，我们的身呢、啊，一天一天一直老化啊，几天看不到了，哇，怎么会老这么多？
啊，几年不见了，一看哇，老的真的很快。不过还好，我们今天能够有佛可以念，有佛法可以听，哎。以前呢，我去请教一个西藏的大善知识，金刚上师，他告诉我一句很重要的话，他说：“慧立法师啊，凡夫俗子啊，要是没有断这个欲的，或者是犯过戒的，或者是觉得自己生死没有把握的，安乐妙宝很重要。”他有告诉我这一句话。此安乐妙宝能力无量罪，而且临命中十拿九稳。哎，这个安乐妙宝，所以我就哎算一算，这个还是要来跟大家上上课啊，持安乐妙宝。一般人就妄想纷飞啊，啊，你从出生到现在你没犯过戒吗？啊，你没有执着吗？没有烦恼吗？所以这个安乐妙宝倒是很重要啊。以下啊，不容住滞啊，这一刻也停不下来，一刻也停不下来。这阎王老子啊，阎罗老子不顺人情，无常鬼王第四页有何面目呢？注意做一下笔记，面目就是预兆。你看到无常的鬼王一到，你有任何的预兆吗？有征兆吗？无常什么时候来你知道吗？像我们那个朋友，我小时候有个朋友啊，就是吴俊雄，哎，他十二岁的时候，十几岁，那还是国14岁还是15岁，去荣总去打工，啊，人家叫他去上面。刚好台风过，他想要去打工，他一生一世十几岁通通在玩，他就想一想，哎呀，这样对父母亲不孝顺啊，哎，我去工作啊，孝顺一下父母。结果一去的时候怎么样？台风吹下来，高压电哦，啊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小男孩多惨啊，他到龙总的最顶楼的时候就工作的时候，是踩到那个高压电，你没有看过那个电视的，我告诉你，踩到了几万伏特的高压电呢，啪，爆裂，那皮肤电下去，啪，喷出来，血喷出来，爆开来，那你看过那高压电电死人的，啪，那血啪冒出来，全身都发黑，14岁，最多不会超过15岁。最多才刚刚开始要去做一个孝顺的孩子，不行了，电死了。朋友在旁边哦，他见了啊，一直在那边一直叫啊，惨叫，朋友。